来玩这款游戏《不夜繁华录》，进来了。喂，一个小姑娘，要穿越了吗？彩票必得百亿大奖。这大半夜的，笑谁呢？撕毁无效，撕毁了以后他就穿越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全程有语音的样子哦。谁啊？金光有配音呢。光影中隐约出现一道身影。哦，这样子都不是乱做的啊。啊，品质又起来了。没有跟我客气的意思，转眼间我的面就被吃完了。只见严峻的眼神中，不夜城啊，你这又是搞的？哎，你看啊，这你又不懂了吧？我这叫懒，看着门庭若市。他把现实世界不错，不过最新年代的方式用到古代去。他们都是付了钱的，我确定了。说，是不是你把钱收走了？哇，这衣服还是 OK 的，高等的服装。我开始抽到绿色品质的。宣传的话，更换一下服装，这可以解锁，这样我营收就提升了。累计染客五次。招揽顾客，他招揽顾客没有一种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五次了。如果作为直向游戏的话，字有点小，有一些字都特别小。狂点。你看都会点到里面来，那个揽客不太行了。身份提高了。你是人间来的小娘子，胆子可结识一名帅哥啊。手厨特惠礼包，来吧，强化他。人间来的小娘子，胆子可越来越大。直接升到十级好了。现实奖励，给我领一领吧。昆仑镜，只不过它虽然做换装了，那服装好不好拿？在此放肆，新剧情嘞！食堂的开张并没有想象中的热络景象。反倒来来往往的竞价，不只是在门前风，只靠这两家店，这债本店已经打烊了，只提供住宿。他要什么就谁给他什么而已啊，这样子就会触发新剧情。这个跑主线也太简单了。就是东君，竞价。他周身的太阳之气。竞价是看换装的加成啊。再卖点什么好？好想念现在。还有自动配餐呢，左上方那边有自动配餐。身份要达到四级或者是 VIP 一才行啊！现在无法自动配餐，也不可能。好像是个杯子，没了。最需要这些啊，钞票没了，胶纸啊，那个叫胶纸的样子，用光光了，好吧。来接主线，结算，狂点击，啊，元宝商铺，礼包，有很多都还没有解锁啊，许愿，好烂哦！你有没有什么开服好礼啊？靠呀！你那个服装就是来圈钱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这宣传绝对顶呱呱。开店，
开店怎样？笑笑的。好了，都解锁了，这边还可以开耶。通关五才可以再继续开店。有了，十连抽。嘟嘟嘟嘟嘟，抽到一个技工。绿色瓶子，不要小看这种类型的游戏哦。其实有点氪金啊，不是啊，应该是挺氪金的。它全部做出来的模式跟那个卡牌收集类型的是很像的。进行章节奖励。好，又可以跑剧情了，跳过。这边都会消耗我的钞票。姑娘，这位第五章也完成了。跑章节就是靠这个了，然后消耗你的钞票。好，没钱了，接下来再等了。天一阁许愿，送了两抽，好，把它抽一抽啊。哎，送有三抽啦。主线使君，技工强化一下吧。秘境，哦，这秘境都还没解锁哎。我体验不到嘞，都给技工好了。静下，燕君，燕君，火神烤肉，啊，没钱了。有什么开服好礼吗？也没有吧。有没有邮件之类的？宣传。一大堆任务都解完了，身份可以提高了。谁敢在我店里闹事？孟七娘还有望春，新造型哎。可是别的姐妹不要。他拿来给我的，换装在哪里？这里有仙童。哎呀，这个可以结婚的，画的还不错啊。仙童是，对吗？要有伴侣啊，还可以啦。这游戏应该会有一定的人气度的哦。是他的造型，配饰、装饰，下面有个兔兔，保存。这边可以进行升阶。好了，玩法就是这个样子。喜欢的话，下载玩看看吧。大家拜拜。